安静点，孩子们，我们快到了。这一次的探险可不同以往，一定会让你们大开眼界。前面是与世隔绝的原始大陆，那里充斥着惊人的元素之力，五彩斑斓的植物也非比寻常，所以千万别乱动。另外，在观察物种的同时，也要当心不要引起过多的注意，否则会遭到灭顶之灾。小心脚下，前方的道路遍布荆棘，只有保持警惕才能化险为夷。孩子们准备好了吗？出发，目标安哥洛。